健身气功八段锦。那健身气功的由来呢，是有很长的历史，从我国的南宋时期就有记载。那八段锦呢，实际上是八个小段落，它的分支呢非常多，有这个南派、北派、力士、坐式，还有少林八段锦、太极八段锦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，是由国家健身气功中心创编的，6分钟功法的八段锦。八段锦呢，动作是松紧结合，难度适中，适合于各年龄段的人来锻炼。我先给大家讲一下，第一式，第一式叫双手托天理三焦。从我们开始站立，好，重心移到右腿，好，开左步，肩宽。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肩宽呢，是需要把肩放在两脚中间，啊。好，两手掌心向后打开到45度。好，旋掌，掌心向前，在体侧45度。好，随着屈蹲向中间合拢，形成一个抱球桩。这个高度根据每个人身体条件，啊，但是总的原则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儿。好，抱球桩，两手之间要求有一拳的距离。另外，这个容易出错的地方呢是在这儿，啊，腋下是夹着的，所以咱们要，腋下是让它是微曲的。然后抱圆，好，两手下落，再俯前，插掌的时候五指略分，好，交叉，抬掌，到胸高，逐渐翻掌，掌心朝下，掌心朝外。好，向前上方15度，撑掌，抬头看。好，上撑，两眼平视。这一式要求力点在两掌根。大家在看我做这一式的时候，会发现我在撑掌的时候是横平竖直的，千万不要做成曲肘。好，这就是咱们刚前面说的松紧结合。现在是紧，要求收腹吸气。好，上撑的时候闭气，大家数3下，1、2、3。好，先松肩，两手分开，弧形下落，屈腿。好，回到腹前，两掌心向上，要求两手之间还是要有距离，一拳的距离。好，这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，主要调理的是咱们的，上焦。三焦呢，主要就是咱们六腑当中的其中一个，它不是某一个器官。啊，主要是咱们的一个系统，三焦呢分成上焦、中焦、下焦。那上焦呢，主要是
控制咱们的进入，像呼吸啊、喝水、吃饭啊，主要就是心肺。好，中焦主要是管消化吸收，也就是咱们的肠胃啊。下焦的话是咱们的肝肾啊，主要是管排出的啊。这一式呢，通过咱们的收腹吸气，好，抬头上看，可以达到咱们这个锻炼上焦的的一个作用啊。另外呢，就是久坐的人，通过练这一式，可以对咱们的颈椎、肩背得到锻炼。好，两手打开，下落。啊，双手托天理三焦，这一式，要做3次。现在我从起式做完，双手托天理三焦。好，两腿微曲，重心移到右腿，点起点落，肩宽。好，两手掌心向后，外展，旋掌，屈腿，抱桩在腹前。好，落手，插掌，上托，翻掌，上撑，抬头看。好，两眼平视，上撑，力点在掌根。好，两手外分，到肩高，屈腿，抱桩。好，插掌，上托，翻掌，上撑，再上撑，肩放松，两手分开，到肩高，屈腿，抱桩。好，还有一个插掌，上托，肩放松，手分开。好，回到咱们刚才做的屈腿抱桩。下面呢，我们讲第二式，叫左右开弓似射雕，从第一式结束开始，啊，重心右移，好，搭手，开左步，左手在外，好，捧圆，屈腿。两手变掌形，好，拉弓，转头看，重心移到右腿，分掌，好，重心移到右腿，收脚抱桩，屈蹲，搭手，开步，屈蹲变手型。开弓转头看，好，重心移到左腿，两手撑开，收右脚，还是屈蹲抱桩。在这里边呢，我们手上多了一种变化啊，就是手型出现一个八字掌，八字啊，要求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。屈收，啊，变成一个八字。好，另外的手，五指屈拢，啊，五指屈拢。好，搭手，变掌形，开弓，
啊，这就像一个拉弓，啊，左手也一样啊，八字，好，开弓。这第二式呢，名字叫左右开弓似射雕啊，它的目的呢是锻炼咱们的这个心肺啊，达到一个扩胸、后背、夹脊啊，刺激咱们的大椎啊。从抱桩开始，重心移到右腿，好，两手在腹前搭手。捧圆，好，慢慢站起，屈腿，变掌形，好，继续屈蹲，拉弓，转头看，啊，这一式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开弓的时候要注意展肩扩胸，展肩扩胸，好，开弓以后。注意，咱们八字掌的这只手，左手，不要前伸，要立掌。好，后手容易出错的地方在于抻肘了，啊，咱们一定要想着端平。好，后手掌心对着你的肩峰，这样。正好是一个端平的一个拉弓姿势啊，还有容易出错的地方在于，拉弓的时候重心偏右，啊，一定要是一个弓正的马步，重心放在两腿中间，开弓，转头看，啊，还有一点就是在有些人在做的时候呢，转头看容易转体，啊。这个不转体，只转头。好，下面我完整的做一下第二式，左右开弓似射雕。好，屈腿抱桩，啊，重心移到右腿。好，搭手，前棚，慢慢站起。好，变掌形，屈蹲。转头看，好，重心右移，右手打开，好，收脚，慢慢站起，抱桩，屈蹲，搭手，开步前棚，屈蹲变掌形，开弓转头看，好。重心左移，左手打开，收脚，抱桩。第三式叫调理脾胃需单举。第三式呢，我先做一下第三式的一个完整示范。好，慢慢站起，两手变掌形，掌心朝向自己。好，要求上撑下按。好，上手垂落，掌心向自己，屈蹲抱桩。好，掌心向自己，上撑下按。好，转掌，落手，摁在胯旁。好，这一式。从抱桩开始，先起左手，左手逐渐向上，好，变成掌心向自己，好，
逐渐站起的时候，上手转到掌心向下，好，下手逐渐下按，好，再向上撑，上手掌心向上，下手掌心向下，形成一个对拉拔长的动作。上手指尖向右，下手指尖向前。啊，这一式主要是调理我们的脾胃，啊，形成这种抻拉，对咱们的脾胃形成一种按摩，啊，对咱们的内脏形成一种按摩作用。啊，落手的时候注意，落手过程当中逐渐转掌，啊，沉肩坠肘，好，变成掌心都向自己，好，屈蹲抱桩。好，右手掌心向自己逐渐起，好，变掌形，掌心向下，上撑下按。好，这一式说一下容易出错的地方啊，一个上手动下手不动啊，所以咱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，下手要稍随上升，稍随上升再下按啊，不要做成上手动下手不动啊。第二个就是从侧面看，在上撑掌的过程当中容易做成挺胸啊，这样造成两个手都在体后了啊，咱们要求是向上撑，向下按，啊，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好，下面呢，我再做一次，咱们第三式，调理脾胃虚单举，从屈腿抱桩开始。好，左手上，翻掌，上撑下按。好，屈蹲，转掌，转掌，落手抱桩。好，右手转掌，上撑下按。好，转到第四式的时候呢，中间有一个转换动作，右手转到掌指尖朝后。好，屈蹲，落手按在胯旁，掌根按在胯旁。第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啊，那这个七伤呢，主要就指的咱们这个七种心情啊，喜怒忧思悲恐惊啊，通过旋转啊，加急刺激到我们的后背脊柱啊。好，我先做一遍。两手按掌，身体直立。好，旋臂转头看斜后方。好，转回头，两手微合拢，按在胯旁。好，身体直立，按掌。好，旋臂转头看斜后方。好，回正，还是要回到抱桩。好，这是容易出现问题，一个按在胯的后边了啊，按在后边看我。好，要按在胯旁边啊，掌根在胯旁边。好，
在起的时候要按掌，手斜向下45度。好，悬臂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屈臂。啊，是一个直臂，只是一个悬。啊，大家在做这一式的时候，可以配合上呼吸，吸气，收腹。好，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坐到体侧看，悬臂。啊，就在体侧，不要跑到身体后边。啊，好，下面再看我做一遍，第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。身体直立，按掌，指尖斜向下。好，悬臂转头看。好，回正，两手微向中间合，屈腿按掌。好，身体直立，按掌，悬臂转头。好，回的时候接第五式，是一个屈腿抱桩。下面呢，我们来讲第五式，叫摇头摆尾去心火，请大家看我做一遍。好，好，这一式呢，主要是通过咱们的这个上身肢体的旋转，通过上身肢体旋转，啊，使咱们的心火下降。这一式呢，稍微有一些难度，所以对于咱们的这些老年朋友呢，一定注意。你可以采取高架子，高一点，啊，那么年轻朋友呢，如果腿部力量足够好，咱们可以矮一些啊。好，我从开始说，重心移到左边，开步。这个步子要求三脚的距离。好，上托到胸口，逐渐转掌，上撑掌。向两侧分，到肩高屈腿。好，手落的位置呢是在咱们腿中间，啊，手指的前边，轻放在上面，千万不要做成掐住，有一种支撑，啊，这个是不要的，上身是放松的，啊，好，起身。这个高度不要太高，侧倾这个地方要注意，不要做成侧弓步。啊，好，起身，侧倾，注意看我的膝盖。好，俯身，用你的胸口去找膝盖。好，重心左移，注意高度不要变化。好，注意看我的眼睛啊，刚才可能没有注意到，
我在俯身的过程当中呢，逐渐看我的脚外侧。好，重心左移的时候，从我的脚外侧转到脚内侧。好，一直看着，实际上是用咱们的后脑啊带着走。好，后脑带着走。啊，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，腿不要伸直。还是一个马步平移，啊，好，头放松，好，头在向后的过程当中呢，尾向前，注意啊，这时候要收腹，啊，不要做成后仰，要收腹，转正。下沉，啊，所以这块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挺多，啊，一个是膝盖不要伸直，好，放松，放松，好，反弓，这个时候有一个塌腰反弓，好，回正，下沉，好，相反一侧的，起身，侧倾。注意膝盖，好，俯身，好，注意高度不变，放松，放松，好，转尾，反弓，回正，啊，好，下面我完整的做一遍第五式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抱桩开始。开步，上托，分手，屈腿，好，轻轻地放在腿上，起身，侧倾，俯身，好，摇头，转头。转尾，下沉，起身，侧倾，俯身，好，马步平移，转头，转尾，好，回来，好，这一式。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很多，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不要着急。另外一个，在转头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放松的，放松的，回正，好。下面我们说第六式，叫两手攀足固肾腰，接上一式，好，重心左移，好，两手外展，好，转掌，掌心朝上，好，身体直立，好，和肩一样宽，好，沉肘下落。到肩高屈腿，按掌在腹前，转掌，指尖朝前，好，前伸，上起，身体直立，好，转掌，掌心相对，沉肘下落，到胸前。转掌，好，腋下穿出，好，走我们的后边，这叫魔运啊，好，
到环跳穴以后，开始俯身，好，沿着脚外侧到脚尖，好，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后背还是在弓着，好，我的手掌下按脚面的时候，要抬头塌腰，好，这个时候我的后背要塌下来。啊，不能再弓着。好，穿掌，前穿。好，后背是要平的，起来。啊，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。咱们在手向下磨运的过程当中呢，正好是在按摩我们的膀胱经。啊。肾腰，同时得到锻炼。好，我完整的做一遍。第六式，两手攀足固肾腰。从第五式的结束开始。转掌，胸前翻掌，腋下穿出，好，后背环跳，沿着膀胱经摩运，抬头塌腰按掌，前穿，这个动作一共有三个。好，第二个，好，我只做两个，在这里边呢，看我的举手，举手呢。要求是两臂微贴耳，啊，不要做成这样的举手，啊，指尖上穿，好，但是记住不要耸肩，啊，肩要沉下来，好，转掌的时候注意掌心相对，实际上是肘微屈，啊，千万不要做成看喇叭形，啊，转掌，好。沉肩坠肘，下按到胸前，好，转掌，腋下穿出，穿出的时候注意，如果是直，手伸直的话，看我的肩就起来了，所以在穿掌的时候呢，手指弯曲，腋下穿出，啊。好，然后向下磨运，到环跳穴，向前俯身。好，转到脚两侧，按掌抬头塌腰。好。咱们在做往前穿的时候，一定注意啊，尽量前穿后坐，好，后背要做平，起，啊，这一式呢也能够锻炼我们的背肌，啊，好，转掌，按掌到胸前。端平，这个有人做的时候容易做成这样，啊，咱们要端平，转掌，好，腋下穿出，好，磨运，俯身，
好，抬头塌腰，按掌，穿出。好，这一共做三个。好。咱们讲第七式，叫攒拳怒目，增气力。这里边出现了一种手型啊，大家注意看我的手，好，屈大拇指，正好摁在无名指的根部，好，屈其余四指，握紧，啊，这样一种握拳方法，好。要收在我们的章门穴啊，两侧。先看我做一下完整示范。从第六式，两手攀足固肾腰开始，好，屈腿，落手，注意我这手是立掌，好，按掌，握拳。重心移到右脚，开步，还是变成马步，啊，好，出拳，变掌，好，旋掌，握拳，收回，出拳，变掌。旋掌，收回。好，在做这一式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啊，屈腿落手，收拳变掌的同时呢，重心右移。好，收在腰间的时候开步，好，变成马步。这个时候需要注意。两个肘不要抬起来，啊，贴住身体，贴住肋。好，先要蓄劲儿，吸一口气，吸气，出左拳。在出拳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注意不要肘离开身体，啊，贴着你的肋向前，向中间，拳变掌。啊，那在什么时候变掌呢？注意看啊，我的肘离开我的肋了，好，变掌，前穿，啊，从侧面看啊，出，好，我的肘要离开我的肋了，变掌，前穿，啊，好。这一式的名字叫攒拳怒目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只要是拳变掌了，啊，怒目，把你的眼睛瞪圆，盯着你的手，好，旋臂，好，指尖向右、向上、向左、向下，好，屈大拇指，屈四指。回的时候，一边向回走，一边旋转，到拳眼向上啊！大家这个拳在回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不要直接拿回来。刚才出的时候是贴着你的肋，现在还是贴着你的肋，回啊！那我们的眼睛不是一直瞪着的，出去以后。怒目，旋掌，看着你的拳，好，往回收的时候，两眼平视，啊，眼睛放松，啊，那这一式呢，旋转和抓握，包括我们的怒目，是对我们的梳理肝气、
是有好处的。好，收回以后，右拳蓄劲儿，出变掌，好，旋腕。好，收回啊！好，我完整的做一遍：攒拳怒目，增气力。从上势，两手攀足固肾腰开始，屈蹲。好，抓握，开步，蓄劲儿，变掌。一定是怒目看着拳，放松了，蓄劲儿，拳变掌，放松了，好。好，下面我们讲第八式。第八式呢是背后七颠，百病消。啊，下面我先做一下完整示范。我们刚才收拳，好，重心右移，好，收右脚，松拳，两手下落，身体直立，好，然后。重心稍前移，提脚跟，好，然后脚稍放松，好，颠，这个颠足一共有三个啊，这个注意啊，千万不要着急，好，重心前偏前移，提脚跟，好。稍放松，下落，啊，这一式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上提的时候呢，顶头，收腹闭气，啊，不要一下下落啊，中间有一个放松，中间脚稍放松，啊，下落啊。在这个下落过程当中呢，大家注意全身要是放松的啊，身体要有一个震颤的一个感觉，震颤的一个感觉啊，震颤的感觉来自于哪儿？注意膝盖啊，不要弯曲，你不要做成看，膝盖不要弯曲啊，膝盖是直的，好，放松啊，它是通过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放松，一个震颤啊。使咱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得到一种整体的按摩，啊，好，重心偏前移，顶头收腹吸气，闭气，好，稍放松，好，下落，啊，一共要做三个，起，稍放松，下落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八段锦的八个动作啊，已经讲解完毕。
thank you.